我们今天跑来晚上的动物园呢，我们有参加一个夜放探险列车。意思就是说晚上的时候，老板会一人发一个手电筒，然后来到动物。对，他等一下会发手电筒。我们会搭的火车来到动物。对，走进去吧。这边是报告处。我们现在他6:30前可以先吃饭，然后我们是7:50上车的，然后可以去熊猫馆哦，这边吃饭饭。动物园已经110岁了，然后他有保育宣言。哎，你看他脚很长哦。很酷吧？这是红鹤，你看。它脖子好长。脖子长长，脚很长。它脚加脖子还长啊。对呀。它成熟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来熊猫馆这边，要上去2楼了哟。我们来动物园这么多次，第一次从熊猫这边搭电梯耶。耶呼！原来上面可以吃饭。好酷哦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从网络看到的啊！你看熊猫餐厅。啊！我要去熊猫餐厅。我们都没有吃过哎。你看，熊猫是服务员呢。你看，他说：“您好，请问几位呢？”对，我们进去吧。来，走。你看里面很多熊猫哎。对，他其实打洋楼，但我们还是可以进去，因为我们是有探险列车。好，很酷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活动啊。对，他说我们先找位置，然后再去点餐。可以从这里看熊猫哎。你看他刚好在那里睡觉，你看，你看刚刚也不用去一楼啊，在这里吃饭就可以看呢。然后我们可以坐在熊猫旁边吃饭，很酷吧？在熊猫旁边吃饭，走。看熊猫，那我反过来看猫。哎，熊猫！小熊，你假装熊猫哦。熊猫猫。我也想变熊啊。好啊。他们在熊猫宝座哦，好 Q 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熊猫已经下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面面上来。这边好漂亮，有长颈鹿，还有很多动物哎。这里还有好可爱的熊猫餐具。然后这个活动，我们那个时候总共是大人600，小孩450，一家四口2100。但是他就是好像还会有纪念品的样子。熊猫已经起来了，他坐的胖嘟嘟的在吃草。啊，他坐的胖嘟嘟的在吃草吗？我们等一下去看他。好。你们好可爱哟、哦，好 Q 哦。恰恰，哎呦，你把熊猫吃掉了，好吃吗？上面这个这么可爱耶，它是马铃糖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。我们的面面来了，因为它就只有两种选择，一个荤的，一个素的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哎呦，球球，我们吃完要赶快去搭车车了哦，嘿嘿嘿。没办法，我们弟弟发现连盘子都有熊猫哎，他写化石先生，对不对？有饮料，走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探险列车就在这边集合哦。探险列车。
然后我们在这边领那个扇子跟法箍。嗨，好，来弟弟去拿，跟香菇阿姨拿。好，你看莹莹阿姨好认真在数。等下第一节车厢哈，然后哦，你看，好 ，T T 你拿，你选一个 ，T T， 你看这都是我们的，是别人的，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耶，你看好多，你要什么小朋友？我要玩老虎，老虎，我要老虎，我要老虎 ，T T 你要哪一个？那你老虎，好扇子，你也要发扇子吗？剩下的金刚啊，马来貘的，金刚跟马来貘。好，巧巧还没有选。巧巧，你选一个。巧巧，巧巧，你去跟阿姨选一个。你要哪一个？你选一个。你要松鼠吗？那是浣熊。还是你要马来貘？没有，一个是爸爸的吧？一个爸爸的，一个爸爸的。好。人家很热，可以用哦。金刚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你们好可爱哟！你是马来貘吗？你是浣熊。哎，爸爸嘞？啊、爸爸拿下来了，爸爸是金刚，我的是老虎。你好可爱哟，你有金刚跟马来貘，爸爸再送给你吗？好可爱。爸爸说有点紧，他的头有一点大。我们现在要来上探险列车了哦，好酷哦。第一车往前哦，来，第一车往前，好酷哦！我们是第一车，一二三，好有趣哦！第一车是这里吗？一二三，我们坐这里。咦，我们坐哪里？我们这里好。好，要关好车门，要关好哦，各位。你们要不要用电风扇啊？对，哦，你看车，我们出发了啊！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晚安！非常欢迎大家搭乘今晚的动物园夜放探险列车。夜放探险列车，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园之一，不仅是动物们的家园，更是全家大小共享的探险乐园。手电筒呢？来，一人一支。来，谢谢。我们都有手电筒，不要照眼睛哦。来，等一下，来跟爸爸一支。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，手电筒请走路的中间，不要走路的旁边哦。这边开。要走路的中间哦。现在下车了。对，跟着这个光走。你有你开灯很酷哦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灯吗？我也需要啊。你看，照香菇阿姨的屁屁，莹莹阿姨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好玩哦！你看有没有很好玩？对，要跟着这个灯走哦。现在觉得有看到吗？嗯 ，OK 好，那我再最后再提醒一次哦，尽量不要这么靠近灯，尤其是不要去碰。我们第一关是昆虫电影院。刚刚有很多人，你看，我们说，哎，老师，这个是你们养的，偷偷上去的。不是哈，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来的。你们看到这是独角仙，你看，有看到吗？你看，哇，上面很多只，还有蚯蚓虫，这边有三个男生，还有金龟子，这个是长角羚，还有很多鹅。那为什么这边会有那么多东西？刚刚你们车子开上来的时候啊，其实你们左右两边种很多台湾栾树，台湾栾树它的树枝会飞，那个会吸引非常多的蚯蚓过来。然后等一下你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车子会往下继续开。下面有一整排的光蚂树，所以你们的手电筒这次就会派上用场。你们刚刚没有照台湾榕上面的蚯蚓，没有关系，那蚯蚓有没有？你们等一下下去可以照一下树上，有没有独角仙？几率应该是蛮高哈。你们因为你们，你看这些小只的金龟，然后他们会装死。我也没办法养那么多。这里你要不要看？对，这个是怎么样？啊，你就想要装吗？啊，我想要装。好的。来，我提提你看，提提你看，你可以提提你要不要装？悄悄，就是硬硬，然后滑滑。你看，哇，
一只是母的。哇，酷哦！哦，踢又一只，你看，踢踢，哦，它掉，它掉下去，会不会跌倒？它会跌倒吗？会。飞到地上。踢踢踢踢，哦，它长得有没有像蟑螂的？哎，哦，这个是蟑螂吗？哦，有一点像蟑螂哦。好的。踢踢，你要不要换你来？踢踢来呀，踢踢来呀。金龟子，它们都是成虫，不会再变更大。它们也不会。哦，它不会再变大。对对，它们不会再变大。在野外就是吃一些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。好，那就要去下一个活动喽。好漂亮哦。OK， 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看到你突然出现，跟他们拜拜。最后最后，辛苦辛苦。好大只哦，不要踩到它哦，小心哦。好，走。那是蚯蚓，那是蚯蚓。蕭，你在干嘛呀？你要迷蒙哦，我们照悄悄，嘿，悄悄，悄悄的屁，爸爸在前面啊，啊，哦，这是两种青蛙，一种就是我们，青蛙这个叫做共德式青蛙，就是这个发出很大的叫声的这个青蛙。因为它声音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在有些早期的，我们都称为它叫做狗蛙，哦，狗蛙。那尤其它在下水道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回音哦，真的听起来非常像小狗在叫。啊，另外一种叫做面天树蛙，可是因为面天树蛙我们抓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提供另外一种树蛙给大家看。那这种树蛙叫做，这种树蛙叫做斑腿树蛙。那小朋友可以注意看一下哦，这个斑腿树蛙跟这个翅，既然叫做树蛙，就代表说它是在树上之间做跳跃。那事实上，它是在树叶之间做跳跃，它跳到另外一个叶子上，所以它的你有看到吗？必须在末端的地方要刻画成一个像吸盘状。那真哪里不一样？你看，这个是爬的，对。就像你看它哪里不一样啊？你有看到吸盘吗？你可以看啊。对，没有盘子啊，没有吸盘的脚就是这样修长的长状。啊，有吸盘的就是树蛙，所以树蛙是为了攀爬在树叶上，增加摩擦力。它上面有一个小点点，没错，好，真的。所以这个树蛙跟青蛙，哎，树蛙跟赤蛙最大的差别。那另外呢，你们可以告诉我，你们有几根手指头？十根，一手五根，对不对？那脚趾头嘞？也是十根。那你告诉我，青蛙有几根？你们可以最一边有几只，一边几只？对，四个。提提获得的礼物，对不对？你放口袋。好酷哦！前面四只，你再看一次啊。后面都是小强，你数数看。哦，所有的青蛙都是这样，前四后五。好，他们后脚都是前四后五。那前面的这个前肢是四只。好，这是青蛙的姐姐的礼物的一个特征。那我刚才讲的这只叫做斑腿树蛙，其他。你可以告诉其他小朋友什么样的感觉？软软的，软软的，还有嘞？我才不要用滑滑的，滑滑的，还有嘞？有没有一颗一颗的？这一根就黏黏的。黏黏的，哦，因为要踢表还是会有点潮湿，对，会分泌一些疙瘩。哇，好玩吗？好，好。我们现在要找回去了，你看你帮小乔照一下，小乔在哪里呀？哎，小乔，竟然我被蚂蚁咬。你被蚂蚁咬到了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有擦药药好吗？啊，等一下再看还有没有痒痒的。我们走回车子上面了。好像感觉是痛痛的。痛痛的、哦。对。我们要去下一关的哟。好，拜，跟老师说拜拜。我们在隧道哎，哦，嗯，停了耶。哎呦，哇，你看 ，Kitty， 哇。你看大斑鸠，大斑鸠的声音，大长臂猿，这长臂猿是什么？对，这是长臂猿的声音。
是这一关很酷。新米鹦鹉。你觉得这一关很酷吗？台北树蛙。台北树蛙。对。很酷哦。达红红休息。我们要到第三站。继续购。盘神及各项丰富化物。他等一下带我们去看呐、啊，带我们去看动物休息的地方。刚好猴休息室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前面这里。好，它是一个这个蓝色呢，它是一个立体式的设计。啊，我们利用三度空间的一个摆设呢，可以让小型的灵长类动物可以自由的在里面观察，还有摆荡。当然还有我们的保育员呢，也为我们动物很多动物设计很多的玩具。那这个玩具是做什么呢？最主要就是利用动物借由动物和玩具之间的一个互动，让他们在生活里面多了兴趣，也就是让他们的行为更为丰富化。伙伴会给大家看，请大家可以摸摸看，闻闻看。哎呦，可以摸摸看哦，闻闻看哦。其实这个麻布袋，哎呦，这个麻布袋这是动物的。其实闻闻闻看，你闻闻看，里面有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我们运用在动物的保育上，什么味道？重要的一个玩具哦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撒上有一些特殊的香味，可以让动物放松。那动物也可以像我们小朋友一样摸摸它、抱抱它、抓抓它。那这样，这个刚刚大家都有看到这个，其实这个麻布袋、麻绳还有里面的填充物都是天然的，所以它贴纸啊，猴子那个这长臂猿啊、猴子啊、红毛猩猩，其实黑熊跟棕熊他们也会用它。那怎么用呢？其实刚才我们有看到那个在里面都有空隙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上面里面都有空隙，我们保育员会在这个空隙里面。食物，哇，食物是薄的，你中了，你要拿起来吗？对，他们为了要吃，你举起来看看，你举起来，小乔举起来。这个也是延长他们，小乔好厉害哦！觅食的时间，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他玩很久、吃很久的一个喂食器，很有趣哦。这是，哎，这真的蛮重的。我要介绍的是这个。哦，好，给我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老师前面也都有。哇，好酷哦！那我有小朋友回答我，浮球是做什么用的？哇，喝水的吗？浮球是给谁玩的？好，猜猜看，给谁用的？你猜呀，你猜呀。它是浮球。我们要结束这个活动了哟。哦，来看一下你有几张贴纸，这个就可以重复贴的哦。对，可以重复贴的贴纸。你有鳄鱼，这是重复贴哦，那个是重复贴的贴纸。你有几张呢？两张。